Hurricane 蟒霸对 Hurricane。嗯，今天我们所有的比赛都是播在这个下半区啊，所以上半区这是我们第一场比赛。对。而且他们已经很早就打出来，因为李培南比赛每一场都是有决胜局嘛，所以打得比较慢一点，所以说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所以我们决定先播他的比赛，所以先请大家谅解啊。反正李培南和这个 Impact 的比赛，我们下一场给大家带来啊。感谢这个牛奶，我拿不到哥大 offer 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场。蟒霸和 Hurricane 应该挺快的，因为 Hurricane 是一个战术型的选手，然后蟒霸呢又是一波游的选手。对，今天李培南如果去战胜了这个蟒 Impact 的，就 Impact 有机会冠军，好吗？对，冠军我们要他妈的要加多少钱啊？没加呀，不是都有500块吗？对啊，好像从来啊，对啊，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个这妈的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主要是。心意到了，就一个心意呢。对，感谢球队，我拿不到哥大 offer 的一个飞机，对不对嘛？拿个冠军，心意到了就可以了啊。说的没错。淘宝店8折，这你妈打的有点好啊，刚才的。我们这个可以冷静的看一场两个韩国选手之间的对抗。对，这个比赛其实，从里边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他赢了也其实也挺开心的这个比赛。哼，凯子战队唯一李哥，你妈的！哈，话事人现在他们都在说你妈凯凯子战队话事人，你妈的！没错，他现在越凯子越话事人、哎，没错啊，李哥牛逼啊，李哥。妈的，刚才这个局面如果被翻了，就真的搞笑了。不是，他会被嘲笑很久的。他如果被翻了，真的被翻就真的搞笑了。这盘打的还可以，说真的，真正的李哥，哼，打的还挺漂亮的，有骨气啊。哈哈，啊 ，VS 凯。其实如果蟒霸把这个 Hurricane 拼死了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决赛就简单一点。对。但前提是他打得过 Impact， 我不认为他打得过 Impact。我也觉得，今天其实李培南发挥已经差不多了。但是他 TVZ 今天打东拉姑这个表现，我不觉得他打得过 Impact。就其实今天李培南其实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应该其实打得挺累了已经。对，就这场其实他休息一下也是好事。你想他连续战了3场一直在打嘛，每一场都是打到2-1。对。李老八真心为社团，我选李老八，你妈的！李老八会带我们打进嘉年华的。前期这都走流程，哎，这两个韩国人随便打打了，我们也无所谓了。对，蟒霸反正还是喜欢抱狗啊。对。你妈的，你看这个鸡搞毛啊！今天是中国选手最有机会能拿功夫杯冠军的一次。对。一周啊，真的很，就中国选手基本上来说是不太可能能拿功夫杯冠军，而且李老八现在这个晋级的路线，其实他这次如果真的能拿冠军的话，对于其实含金量非常高。那是，不，为什么我们都在想冠军的事了吗？那肯定冠军的事情啊！他们要上剧本，然后打不过 Hurricane。哎呀，这妈的一场一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对不对？那不就是了吗？你让他先把 Impact 打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么想，但是人嘛总要有点梦想的呀。
都点穴现在。哎，这个多线打的，六个农民啊，这个、啊这都能杀到六个农民、啊？这你妈！八个。那边好像还在点，还在点，还在点，还在点。不，这他妈人都傻了！我傻了，我傻了！这都能？这他妈这不菊花点穴手吗？点傻了已经。为什么那么土的战术他都会中啊？现在，那菊花点穴手其实很多两三年前的东西了。好了，这十位观众是获得了我们的两个兔腿啊，大家可以这个填一下自己的资料啊，填一下自己资料，这个很重要。两包兔腿，当然我也可以，没有抽到奖的观众也可以到我们的 scboy.com 去看一下啊。对，我们淘宝店的东西还挺多的啊。想吃可以来淘宝店买一个，这种啃着兔腿看比赛还是很爽的。感谢英语梅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们支持啊！有这个哎，这个飞龙其实转的非常直接啊，那么哪有那么快的转飞龙？这飞龙转出来，我觉得 Harry 跟人都傻了，他根本就没想过你会这种转飞龙。啊，狗速六分半，狗速还没好，那飞龙塔已经快好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？哎，这十一条飞龙按下去，我告诉你。看到了，还要看到了。这莽吧，你妈有时候真的就爆狗然后闪，他永远相信的就是这种大力出奇迹，对吧？那你妈，你不觉得吗？的确大力出奇迹。我现在至少第一时间看到的话，至少还能够出这个凤凰稍微搞稍微防一防。什么东西？这白球怎么把？怎么狗被白球包了？啊，白球被狗包了，怎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反正带莽吧，我告诉你，他这种你妈的无脑跳飞龙啊什么的，真的搞到了，还挺厉害的。对啊，就太快了呀！哎，这个可以哦。谢狗哥的礼物啊！这狗哥的魔法技，还有这个魔法球啊！谢谢你们队的李佩南表现得非常好，已经把李信恒干了。把他们对自己人干的有啥？对，还干了那个，哎、这他妈啥东西啊？这还干了帮你，还干了冬阿姑。好，这边又是一个多线飞龙回救。这怎么感觉莽爸被多线打傻了？我觉得他乱了，已经。对呀、啊，就啥都没防。这波至少你多线下来，至少让自己腾出了很多一个续这个凤凰的时间。估计待会儿再过去，估计有个三四个凤凰了。防飞龙怎么做？防飞龙防得住，但是、哎、直接推了，直接推了。这你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他们一会儿飘啊。我真的有点孤陋寡闻了，这个局面直接推吗？不行吗？行吗？都已经开就给你干了。当然速度也好。妈，Y四个凤凰呢？为什么不能推吗？啊，他有那个呀，他有腐化的呀。我可以推呀。其实 ，Carrick 没多少货呀，在那边狐假虎威的。你自己看吧，有多少货吗 ？Harry 没多少货呀，两白球一嘴脸，一个不朽，其他都是那个白球。第一个被秒了，然后第二个白球还摸不到天上的飞龙，完了被大力出奇迹了。这你妈，那没多少货呀，真没多少货啊，这个是。冷静也被打了，莽霸这种打法，哎，真的前期无脑投飞龙，偷到了就很猛。
这波其实黑客有点太自信了，真没多少货，在我看。哎，没想到网吧有那么多兵。那倒是。Harry 自己都已经有点打迷茫了。对啊，他没想到对方，哎，我说真的，虫族你真的前期偷出来了，后面暴兵乱雷是很厉害的。他自己都有点迷茫了，我感觉。对，我莽巴升了那么多钱是啥意思嘛？这钱你爆点东西啊？他可能还要反转飞龙。对啊，你转飞龙也是回事啊，你按满呀，这波飞龙。不会不会，他应该不会。哎，不管你转什么，你兵爆出来、啊。把钱花了呀。对啊，你说他有卵的呀，不知道他在打啥，你妈两千多块钱的，他到底要造什么嘛？他是准备换完了就去按纯飞龙吗？你按二十条飞龙，我觉得也是个事儿，一波 A 过去也赢了。不是，我感觉他是想换完了就按纯飞龙，你不觉得吗？按，他一次要按十七条，他爽的一逼这个手。我就感觉他要按纯飞龙了，存那么多钱，我靠，你妈真的莽，先把岩石莽了再往上走，你妈的，玩家还有人在打他，不重要啊，这波兵本来就换着玩的，换完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飞龙，把白球换了，哎，中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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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、好了，按飞龙，按飞龙，继续按啊，继续按满，然后剩下的钱就按那个，他要去飞龙骑人脸，哎，莽巴他妈是不是过来快乐的嘛？二十六条飞龙已经按好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二十几条飞龙按好，那不是好干嘛？快乐来了呀，来了呀，白球是吧？闪电是吧？快乐，让你快乐。和球呀，哎呀，一个快乐死你，快乐死你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还打飞龙，没血了，没血了，回呀，走一下就回了呀。二十九条飞龙呢？哎呀，老子受不了他了。他不会被一波推死了吧？我觉得应该。如果他把狗按满，应该是没事的。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。靠你妈！就一个不，就一个白球，你想怎么样？和你和好了，你白球倒了就没了，没了。先点白球，再点白球，点白球。不需要随便了。快乐的一逼，我操！这把真飞龙起脸。这种飞龙数量，虫族就输不了。这种只有闪电带白球才打得赢，对，你追的在这那么多飞龙面前就是水，快乐了啊！把这怎么把直接脸上把你白球点了？这种来你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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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真飞龙起脸了，把存那么多钱去快乐，这个狗屁！唉，哈瑞肯是不是很气嘛？现在有啥好说的这种？这种有啥好说的？快乐就完事儿了。打的呢，的确打的不错、啊，这个我们还是要说一下。莽霸前期打的特别透，只出狗的，只要被他打到了。没哎，你要说他你妈飞龙和狗术是差不多时间好的，他怎么偷成这样？艾瑞克
就 Patrick 那种现在不是这种传统的这种神族的话，打这个莽霸还真的不好打，有点难受打这个，真的不好打。对，好了，看第二场了。哎，马巴你快赢吧，赢了之后对吧，把这个冠军送给下一场赢的就好了。趁是的呀，马巴 ZVZ 还可以，你这里不要乱讲， ZVZ 傻包留的他还可以是吧，就他就是一个傻子就一个傻子。哎呀，好了啊，终于来了，直接买十二 D， 趁，然后拖个农民他干嘛？他这农民要干嘛？压顶十二 D 吗？十二 D 压顶吗？这不感觉像吗？他不要你堵口啊，他把那个顶给你压了，不要你堵口。这倒可以。有用吗？关键。不很拼，这个战术很拼，我告诉你。他过来之后，你就感觉他要压顶的呀。但你问题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就没有女王什么压上面。这啥套路啊？压上面。钱不够。他拐一下，他要拐再拐一下，下去不够，距离不够。没有，他就是过来探路的。我靠，什么压锚顶？这怎么可能压顶嘛？也是啊，十二弟没钱对吧？这哪有那么多钱嘛？啊，这等这个顶压好，等这个顶压完，我告诉你，他让你先出个叉，这样的话你的叉就上去了。对，他已经看到你十二弟了。那这有啥用嘛？这个农民。对啊，我没看懂啊，他这个东西。那这个农民有啥用？我就想问一下。他们这是啥战术嘛？哼，这封个气矿又是啥个意思呢？不，他一个气矿也可以出使徒的呀。对啊，他快乐吗？就是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封。强行破这个兵营，兵营应该掉了。四个治疗狗咬，其实咬的还挺快的。这，哎，还是使出算，使出算。咬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咬兵营怎么样嘛？这啥意思啊？不，那你如果风气矿的话，你肯定是有后手的呀。你后手是什么？我没看到你的后手有什么后手的说法。难道封了气矿，对方就没有办法 VS 开？他的这种 VS 开 VC 开有什么区别？只要有科技走下就可以了，就是 VR 开都可以。今天我估计要使徒一波了，直接这边点个兵营。果然是第一波，上面再点个兵营，一亚都不要造了，输了，这你妈！莽霸的打法就快乐嘛，快乐就完事儿了，对吧？他妈这个兵营我真的没看出来，风是啥意思？这个过去一个农民风，这波挡不住了，那么多兵营，这波挡不住了，挡不住。
这差太多了。哎、把帕多打一会儿，给李尚争取休息的时间。这你真的就快乐。这金防不住了，马巴本来防这种使徒就不是防特别好。在主矿再杀一波，主矿就一个那个可以杀。这打毛啊这个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打下盘吧。这五个进去又是，而且有攻速的。这随便换你农民呢、啊？你拿农民为使徒，他妈的直接打成十好吗？又是十个，刚才九个，现在十个。哎，莽霸这个 PSI 战队还有吗？还有吧。那这波挡住跟死有啥区别吗？又是八个九个吗？八个。不，我是快乐重组，不重要啊。等一会儿让他干死。他唯一的他妈作用就在这边补农民，还有什么用？供人快乐。我靠，部首都有啦！这种怎么守嘛？换一步再说呗。哎，莽霸的比赛真的看得好难受啊！哼 ，lucky 就完事儿了啊！哦，不是 lucky， 就是快乐就完事儿了。你把棱镜戳了呀，兄弟！他根本就没操作正面，他还操作那个家里面。他刚才把棱镜戳了，说不定还有点机会呢。嗯，好了，哎，吃点。没了，这妈又开始拖农民打那个使徒了。对方家好像换的差不多吧，但毁也换不下来。没用，这不朽输出太高了。他有棱镜的，他的棱镜随便闪。那你的部队又拆不过他。对，我说真的，如果他刚才是把这个棱镜点，那说不定还有点机会。来嘛，机器啊，机器一比一，哎呀，一比一了啊，最后一把了啊，哎呀。莽霸的比赛真的看起来就很难受，就直接三，就刚才那种跳飞龙，跳出来就赢了，跳不出来就输了。对啊，就瞎鸡巴打，经常天天的。是的呀。但他这种瞎打呢，真的打到了，真的还是挺猛。嗯。
好了，就等最后一盘了，他们随便怎么打了，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关心。说的没错，主要看后面李平南的比赛。啊，这两个人我估计这两个人也都打不过，Terry 还有点机会。就莽霸呢，这种打的呢，有时候就有点搞笑。对。修地堡去了，是修地堡吗？不是吧？第一件探路啊，因为刚才是被，没有差一点，刚才是被这个搞到了，让你十二D。马裸三，不是，我吓一跳。裸三有点过了。他刚才农民出去，那个农民出去的时机看起来有点像啊。对，他是下面去看一下有没有被修地堡。感谢三四八四多人运动交流协会的一个火箭啊！感谢兄弟啊！感谢兄弟啊！妈，这肾亏吧！我靠！妈，这你妈！为什么叫多人交流协会嘛？什么意思？这你妈！他还想带节奏！哼！这你妈！哎！好了，反正莽霸的比赛随便看看，他有傻包狗。三开开得很快，真的开得很快。对，这种开局对他来说，爆狗其实，你就一公狗，对吧？不要管，就一公狗，哼，咬到也就赢了。大可别人打一公狗也能打的，有啥不能打的？对啊，反正你跳飞龙的，你就一公狗抱起来，然后跳飞龙就好了。感谢这个月初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。这边直接出凤凰，三女王，女王就没停过。凤凰的话，前面先抓着你两个房子，其实莽霸还是有点不爽。对。也看看他怎么想吧，这个地方。莽霸其实真的就抱女皇抱狗就好了，反正你打法也不是那种标准的吧。对。抱女皇抱狗，跳了飞龙，然后再转那个什么，再转地面。感谢大鸟的飞机。感谢大鸟啊。莽霸运营其实还不错，虽然他很偷。别有凤凰可以抬的，凤凰呢？刚才其实凤凰如果在的话，就抬一下，抬一下，你一个女王其实戳不了什么东西。炮女皇，感谢这个条霸人空的一个两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凑合了，就正常打，也没有烧到，这边没有烧到太多的农民。
什么六个房子一出呢？他什么是什么鬼啊？你不要管，快乐就完事了。不，他这个人口已经到一百多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不会卡人口了呀。一百三了，已经快马上。哎，他的比赛就他妈瞎鸡巴搞的。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你前期你造那么多房子很贵的呀。所以不卡人口呀。我只要房子够多，我就不会卡人。就防空直接戳，你现在杀这样杀了农民其实也无所谓，你看农民六分钟还是有六十个，他不又待会儿又 VS 下去了吧？二本好了，再别下去真的是遭中了。好了，直接推了啊！看到了，偶数也没好。他都有些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什么？哼，这就是莽霸哦！妈的，被人修立场。哎呀，你退了，老子不想看你打比赛。你想看莽霸打比赛？砸呀砸呀，哥，你不？我问你啊，所以说你想看莽霸打比赛吗？那去死吧！哎哎，砸呀！你火葬了，他妈拿什么嘛？拿烧火棍呢？好了，那他挡住了。挡住了呀，本来兵就不少。他补那么多房子就为了暴兵不卡人口呢？这你妈！这，哎呀妈的，莽霸呀，也是个人才，我靠，我只能说他，的确是个人才，真的是个人才。哎，他们都说你是高配版的你啊，孙哥。毛，高配孙一峰，你妈打法，我比他打的有章法多了。说不定他的想保你有章法，你的打法跟他也没什么区别，也没什么章法的好吗？砸你妈！他为什么不砸那个立场吗？我就没看懂。不重要啊，重要的就是快乐啊！快乐个蛋，快乐！干嘛要打赢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他干嘛？干嘛？我打赢了呀！那有什么用？你的农民就四十五个，四块也被打了。那我当然带狗，这妈给爷爬了呀！他妈啥子嘛？不管了，我就一波了。他不会你妈一波把你妈海瑞根打死吧？对呀、啊，干嘛不行吗？自爆球，自爆球，自爆球！哎呀，爷、哎，不会吧？哎，不会吧？海瑞根，你别搞笑啊！哎，中火了，中火了！哎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，他妈什么东西啊？这啥东西啊？这还是肯定傻了，就中火了。打耶！哎，不会吧？他这都能赢？他妈的，这啥东西啊？这是他赢了，真赢了！我靠！哎，你妈哈瑞肯已经傻了！我靠！不，我看不懂这个游戏，我看不懂，你妈的，真看不懂，莽霸的打法我绝对看不懂，给爷爬走上来了，妈的，这打完了爷，打完了爷来了，我靠，打完了爷来了，加血啊，你妈的，他刚才都是陷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骗对手过来送兵，哎，绝逼傻了，泰勒克。别逼傻了，你妈所有人都傻了好吗？这他妈的这啥东西啊，莽霸打的啊，自爆球，哎，不会吧，他靠一个自爆球翻盘吗？三个吧，不，这个翻不了，你没三矿，没农民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翻？哎呀，快乐就完事儿，哥进决赛了，你不要管我怎么打的，我进决赛了，他都能进决赛，我他妈的真的是醉了，人都傻了。
哎呦，这比赛真的好玩啊！